来来来，大家看清楚，这个是谁？某月某日，这个是帅哥还是渣男？你们看清楚。好，我的名字叫 Coco。好，看清楚，你们要认识这个人，最好你们的眼睛要放大。好，这个渣男，好，骗我的妹妹，不是我亲妹妹，我的干妹妹。好，骗我的干妹妹。好，他的钱什么都拿去买吃药，买女人，给女人小费。好，我的妹妹要跟他买一个面包，我妹妹要自己付钱。你们听好来，你们要拉黑就拉黑他。好，看清楚，这个男孩子啊，他吃药在牙龙，我跟你讲啊，他骗我妹妹的感情。来，我现在跟你们讲啊，刚才是第一段，这个是八度，第二段八度啊，那个受害者是谁？我现在给你们看是谁，就是他吉娜。好，你们听好来，这个人啊，我已经 M 他了啊，我一个电话999在牙龙，我一定要拉他的，一定要拉他去坐牢的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听好吗？不要给他花言巧语骗到。好，看清楚，这个是谁？就是 Gina， 他很勤劳做工的人，会给这种花言巧语骗到。不懂他有什么麻烂麻烂，我们不懂啊。好，你们要懂啊。OK， 记得记得啊，不要给他们骗到啊。